昨天我心情不好，影响到你，我很抱歉。我没有把你当笨蛋，也没有想要耍你，请你相信我。 接受你的道歉，不生气了。虽然我的世界变得一团糟，但只要看着天空，知道时间还是正常的运转着，我心里好像就能平静一些。 需要一些平静。之前一直想要你想起来，带给你很多压力。是我没有站在你的立场为你着想，忘了问你的感受。你终于关心我的情况了。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跟一个陌生的男人住在一起，我的不舒服，应该任何人都可以理解吧。更何况我最心爱的头发，还因为这个原因被剪掉。你真的有这么珍惜，这么念念不忘那个东汉学长，他真的有那么好吗？他不止好，他很细腻，也很温柔。 他对艺术有很高的热情，生活在他的眼里是缤纷的。我因为想要跟他看到同样的缤纷，所以去学陶艺，去学的颜色的赏析。记得这么清楚啊！是啊，我跟他相处的每一天，到现在都还记得。偶尔。 还会再梦里重温一次。每次做这种梦，我隔天醒来心都暖暖的。真的记这么清楚啊？当然，因为他是我很重要的人啊。甚至在他出国的这段期间，我还持续追踪他的讯息。他发的每一张照片，每一段文字，我都记得。 你把我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，他的事情倒是记得很清楚。你跟他当然不一样，他是我喜欢的人啊。你喜欢的人，那我呢？我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？反正等你出国，我们就不用继续见面，连朋友也不是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是你的路人甲？对，没错。等你出国，我们就结束。 你就算不是路人甲，也是路人乙、路人丙、路人丁。我不是路人甲、乙、丙、丁，我是你爱的人，你喜欢的人是我。你入戏太深的执行长，是你跟我告白的，在荡秋千那里，你说会拉住我，陪我一起坠落。你要骗人！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我只觉得你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、自私、暴躁、易怒、阴阳怪气、有强迫症、喜欢强迫别人的烂人。你不要再把他们乱耍。 太过分！竟然直接约就这样夺走我第一次，什么第一次？初吻啊！啊，原来是初吻啊！这很严重哎！人家的初吻是要留给我喜欢的人。那他是怎么主动夺走你的初吻呢？ 就很突然啊，直接就这样亲上，是正面亲还是捧着你的脸，像小鸡啄米那样亲，还是舌吻啊？你问这个要干嘛？
我想帮你分析一下，这气氛是不是有一点浪漫的成分，还是说那个主动性带了一点喜欢？我管他喜不喜欢，我是被强吻哎！我现在想到都觉得很恶心。那是因为你失忆，如果你都还记得的话，就一点都不会觉得恶心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阴影。哎，姐，我被欺负哎，你怎么不想办法帮我出气啊？我告他姓张，我告死他。你要告也可以啦，但我怕你会后悔。我不会后悔啊，像他这种色狼，就是用法律制裁他。嗯，我们先冷静一下，先放轻松。晚点再告，等你恢复记忆好不好？什么等恢复记忆啊？我现在就要告他啦。现在我觉得，姐，我是你妹。我知道，我也在为你着想。但如果我真快瞒不下去了。算了，你听好，你梁靖岑深深爱着关恒伟。我爱他，是真的跟关恒伟告白过啊！我不想听，再说了，梁靖岑，说了不想听啊！靖岑怎么出来了？你还好吗？有没有怎么样？先生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怎么样？你没眼看呐、啊，我都被你撞倒了。这叫假车祸诈取和解金，科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。靖岑，靖岑，小心！我还知道，其实你是个女的。你叫关恒达不要说，是要我继续假装失忆。对啊，这样你就可以测试他到底有没有爱上你。要怎么测试啊？利用李东汉啊。恒伟的爸爸。站住！男朋友。是，靖岑是我男朋友。我有办法让靖岑留下来。看来他还是没有原谅我。